伽運動的導師是非常之犀利的，其實他就是一位有500小時專業資格的一位專業瑜伽教練。另外他都在香港瑜伽協會任教，也都在很多不同的 Clubhouse 和我們 Toby Studio 做瑜伽老師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請他出來跟大家傾下偈先。好，多謝 Amy， 給掌聲。好，是 Amy， 是歡迎你，很專業，我見到你和你小朋友先摸多的手，覺得你們很犀利。好，我想問一下你，其實我知道你之前是從事這個金融界的工作，那為什麼會開始學起瑜伽場？我原來初呢都是因為工作上成日都要坐很多個小時，又要對著鏡頭，咁變咗呢頸頸部痛都很犀利，咁就由一個學生開始玩，咁有興趣咗之後呢就慢慢就練習咗變咗老師。原來是這樣。咁其實呢，你覺得學咗瑜伽之後對你的人，你個人講咩改變？好，先我舞台交俾你哋台，多谢你啦，多谢。
齋我啊，我爭你一個。Thank you.